看看这家里的活干了又干，所有东西拿出来刷刷刷刷刷刷刷，地也刷了一下，但是这底下有点反潮了，这个怎么弄呢？都往上面反了，因为之前把这个窗户一直关着，这有烘干机它就发热，然后就热气全都在这里边，就长毛了。有啥好办法吗？就弄不掉，我就把地刷了一下，那块蹭不掉应该，我就没蹭了，得找专业的人士来吧。明天都过年了，还搁家大扫除呢。这一天呢，哎呀，上度娘上找了一下，他告诉用那个酒精擦，正好我家里有那个韩国的白酒，反正不喝也白不喝了，蹭了一下，哎，蹭掉了呢，但是底下那块蹭不掉了，还好。我在家看着电视，叠着衣服，还有一堆在烘干中呢。然后刚才我老公就给我来个电话，说你现在给爸爸打个电话吧。我说咋的了？他说那个爸爸给你的银行卡上打了500万韩币。我就问我老公为啥，他说可能是因为要过年，然后正好你也赶上你要生孩子了，然后又提前给你了呗。我说哦，因为老大的时候就当时生老大的时候，生的时候他来医院看我，然后给了500万的红包，然后生老二的时候是我们提前走的时候，坐飞机的前一天然后给的，这还离老远了，他就把钱先打给我了。然后我就给我公公打去电话了，刚才打了电话，然后我说哎呀爸爸你给我打钱了，他说啊、哦、他说那个你生孩子然后先花这些，等到时候爸爸再给你。发生了什么事情？这还给我乐够呛，你说说，这是人家像人家阿姨似的，每个月都收300-400万，哎呀，好开心呀，是不是？然后那个本来我是想着公公可能老三的话也就给个100-200万，因为毕竟老二只给了100万，然后可能想着，哎呀，他要那么多孙子，就注重，因为韩国本身就注重长子嘛，所以就长子的时候给了多一点，所以老三我根本就没抱希望，觉得他可能就给个包个小红包100万，然后我们上飞机之前可能也是给我们就好了，没想到正好赶上过年，然后提前就给我了。然后我就跟公公说，我说谢谢爸爸了啊，我会好好用这个钱的。他说好好好，然后就挂了电话了。挂电话我在这儿叠衣服，我在这儿想，我说既然年前收到他的钱了，是不是应该给他买一份礼物啥的，因为其实吧，除了过年呀，你说过节过生日这个那的也没少买礼物，都不知道买啥了。然后呢这边的老人呢，反正我不知道别人家啊，反正我们家是这样的，从我嫁过来开始我们没给过公婆钱，就是一般都讲是小的给老的养老钱嘛，但是别人家我不知道给不给啊，但是我们家是不这样的，一般都是过年过节，然后我婆婆公公他们给我们钱，婆�婆呢是给孩子钱，比如说给个10万，然后公公就直接打银行卡上，是这样的，然后我们就给买礼物。哎呀，回来得问一下我老公，是不是应该去买个东西给他送去，让他也开心一下，觉得哎呀，你看我给了儿媳妇儿钱了，儿媳妇儿，觉得在那边有点面子吧，大家说呢？还没想好，不知道买啥，还主要是，哎呀，活干半道，然后正好赶上他们来电话，解决了一系列事情。等我老公回来，我再问问，要不要去给公公买礼物吧？我把这个垃圾袋子的袋子里边都刷了。这都那个里边扔垃圾嘛，长毛了都，然后晾一晾。哎，这玩具也是都放盆里，都溜滑的，他们老往这个卫生间里放着玩具啥的。哎呀，看看这又一堆衣服要叠的，一天全在叠衣服好像。哎呀，幸好有烘干机，真好，又不用晾，一晾衣服更烦人。真的做家庭主妇还不如上班呢，活太多了。哎呀，干不完的活。哎，这边都干了，还挺干净的。喂，那然后昨天晚上，本来最近金老二他都不尿床了，昨天晚上也就都已经好久不穿尿不湿了，昨天晚上又喝了2杯牛奶。他真的晚上太能喝牛奶了，我的妈呀！哎呦，一喝牛奶又把被子给尿了，气死我了！晚上给他起来一顿熏。哎呀，
好冷啊。喂，这韩国过年都送这些礼盒，看看这边全都是，只有来超市才能感受到过年的气氛。人也挺多的，我们买点什么呀？哎呀，今年过年怎么过呀？去年还在家做了菜，今年啥也不想做呢咋？哎呀，走了半天，先买我们今天吃的吧。哎呀，过年的再说，过年那天的，走。晚上给他们煎了虾、牛肉，海带汤。哎呀，这吧，就用他们蘑菇。哥哥给他给弟弟读书，你好好读儿子啊！给他们把外边看看狗的。我的妈！啊，阿拉斯阿拉斯，他要看书，爸爸还没回来呢，去今天去远的地方拍照了。你找书吧，妈妈去给爸做饭去，我也给爸爸做饭去，给他洗点生菜，一会儿正好家里剩点排骨给他煎了，然后还有几个大虾炒一下，这剩的海带汤。弄好了，哎呀妈呀，哎呀妈，肉、虾、菠菜、海带、泡菜，就吃的可了。咋吃啊？这么大？吃的还得伺候你，费劲，费劲。咋没煮？刚才没有饭了呢。回来之后电饭锅没有饭了。幸好他那个买的那个盒饭。要不然的话我还说呢，天天往回买没有用的，妈反正早你吃了，就是这不是特意给你那啥吗？啥？就是那啥。又不拍照。吃。就拍个花。没有啊。吃的了，快吃。